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心脏累了，不再睡，我旁边风也听到怕了，现在多想呢，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站着歌，心脏累。